马作敌，卢飞快。你这走马术，倒有个六七成的火候。君子曰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姑娘为何雨夜追我呀？这是子说的，不是君子说的。读书太多记混了。哎，姑娘，你要找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，还是请回吧。我不找他，我现在找你。哎，你不会像书里说的要找我去修炼吧？别逼我动手啊！让我看看，你到底是谁？呀，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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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一次出门剑就被抢走了，师傅，咋办呀？君羽，我们会再见的。啊，看了剑就走了？难不成是师傅欠下的债？